两个小家伙干嘛呢？小伙子，嗯，你干嘛呢？你咋这么孤独呢？啊，你姐还不勒你啊？啊，谁让你老淘气了啊？不要老扑你姐，听见没有？你得温柔，小男孩得学会温柔一点。我的大姑娘，嗯，哎呀，我的悠悠，舒服哈。哎呀，呼噜噜的，不要烦你弟弟，你弟弟现在就是淘气的年龄，七八岁的孩子讨人嫌嘛。不过姐姐回来了，她是乐坏了。悠悠，咋了？你别老烦你姐姐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要想跟姐姐玩，你就好好跟她说，你闻闻姐姐啥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悠悠，你看又他妈开始，哎，老说人悠悠不累的。不是咋的，就不能跟我这个爹说一声，是不是？你就非得自己破。嗯，来，弟弟两个，姐姐两个。嗯，你不想吃啊？嗯，不想吃，抱抱抱抱。看你这大傻弟弟。别骚扰你姐姐啊，你跟你姐姐好好玩，听见没有？Ha, ha, ha, ha.